二张张明达日前在破竹市举行造势大会，现场来了差不多20,000人，甲边个路是客啊满满满。馆长张阿官站去舞台顶，牵着张明达的手，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张明达坚定的支持。落雨不要紧吼，咱有热情吼，风雨袂当甲咱浇熄，我们大家请安尼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吼，我要讲来讲吼，嘉义新时代、产业新时代，咱已经看到成果；农业新时代，咱的食安大楼嘛，马上要出来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咱的品牌农业、科技农业，咱的食品安全的农业推动，在台湾，咱是行在上头前。今仔日是真真正正民主的时代，要落实民主政治，所以咱所有嘉义县民要共同来支持咱下一任的县长，而且我要正式推荐咱的议长张明达。张明达，好，咱来欢迎一下。我们的议长张明达，上座，上座。这些大会进行中，雄雄开始落雨。议长张明达体贴乡亲，避免乡亲淋着雨，当场决定提早结束这些暗会。伊嘛以简单几句话，对遮乡亲的支持表达感谢。伊的政见拢会放伫文宣顶头，一定会让大家了解伊对家己关的规划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